来，三二一，开。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郑，今天给大家分享木纳场口啊。那往期视频我们发出来之后呢，有次友大哥啊想看木纳场口的一个分享以及解析啊。那么今天他来了，那也有次友说，哎，小郑啊，你语速能不能稍微慢一点啊？那么今天小郑就跟大家慢慢的说，就希望次友大哥们也能把视频看完，也许对你们会有一定的帮助。并且也是对小智一个最大的鼓励。那小智面前的这些料子呢，已经涵盖了大部分的木纳场口的一些皮壳特征以及皮壳类型了啊。首先就是黄岩沙皮，那黄岩沙形象学这个角度啊，就是说沙，那肯定就沙皮为主，黄岩沙那肯定就是说黄色的一个沙皮，是吧，就很简单了啊。一般像好的那种黄岩沙料子啊，它的一个沙皮会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坚硬的那种感觉啊，就整体你摸上去整体是一个扎手感，你电筒在上面划过都是特别特别坚硬的一个这种反馈啊。那么其实像这一块料子呢，相对来说它皮壳是比较松散的，沙没那么紧啊，并且压灯上去啊，它的一个雾层很薄，是吧。那一般像好的黄岩沙料子呢，它要么就脱沙，要么就是说它整一个雾层相对来说比较厚，压灯上去它闷闷的。真正我们讲的木纳完内化完化心啊，那这个料子呢其实化的一个几率啊并不是特别特别大。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木纳的一个白岩沙料子啊，其实同样的白岩沙，只不过说它的一个沙皮啊主要是一个白色为主，它也是属于沙皮料啊。我们一定也就是说要看它的一个沙啊够不够紧致，够不够均匀啊。白岩沙是一定要看它沙够不够均匀，知道吧。再一些啊有色带的那种小白岩沙，兄弟们，一般它色啊会稳静啊。这个料子呢就是面上啊能够看到一点点它飘色花的一个表现啊。我们讲的木纳有色必进啊，所以说这种料子你看它进这种飘色的一个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这个料子呢就明显它是有一点白雾层的一个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压灯你看这种表现它有点蒙蒙的啊，为什么，因为它有雾层，所以说这个料子呢就切开之后啊它内化的一个几率会非常非常高，并且这种色化它也会进啊。所以说这个料子呢相对来说就是说它的一个皮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凑的啊。那么玩白岩沙就同样的，假如说它色带啊能贯穿，再加上这个沙整一个紧凑均匀细腻，那么一定是一块能切的木纳。那下一个皮壳类型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木纳的杨梅皮。那么同样的形象学这个角度啊，就是说它整一个皮壳呢有这种杨梅红的一个颜色啊。那一般的杨梅皮呢也是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皮壳会比较松散。那么皮壳一松呢，基本上啊就证明它的一个晶体颗粒啊比较松散，就是肿肉啊。再一个呢就是没雾层。那木纳其实雾层很重要啊，其实不管是黄岩沙白岩沙还是这种杨梅皮，它一般都会有白雾层。这个料子呢也是典型的一个有白雾层的一个料子，这边也是有一些色花。那么这种色花呢其实一定会进，为什么，因为木纳早期它在就是形成色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啊，相对来说木纳它的一个料子的一个这种晶体的一个致密度啊比较松散，这个铬元素致色元素铬元素呢容易浸透到里面去，容易进得去。那么在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这个风化一个挤压，它会形成雾层，是吧。那形成雾层之后呢，一般来说它的种都不会弱啊。其实小智切木纳切的比较多啊，很多大哥其实非常非常信任小智的木纳，知道吧，就是说我但凡是推荐的大哥们都愿意去切啊。因为咱们切木纳，就小智这边切木纳确实切得多啊，一般切出来都是完全能够肉质发黑能够化开的啊。那么确实就切垮的也有，这个有一说一啊，就是再老的师傅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并且有些料子真的是变化莫测，是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下一个皮革类型呢就是木纳的百三桥。木纳百三桥呢就是很好区分了啊，它皮壳上有蜡皮的存在，有没有看到这种蜡皮，你看到它皮壳上这些蜡皮啊。那像真正那种好的那种百三桥啊，它整一个料子呢它也是属于雾层很薄啊，整一个料子能够化开，然后面上会有很多蜡皮啊。那像一般我们行家交易呢，一般像这种木纳的百三桥料子啊，因为它有蜡皮很容易脱落啊，所以说一般我们去宾馆啊去看料子去买这种木纳百三桥料子，它是不让你打水的，
知道吧？因为他怕这个蜡皮脱落，很容易脱落啊。木蜡料子啊，大家也都知道，最好的木蜡的一个皮壳是木蜡的包浆皮啊。那今天在小智面前，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堆的包浆皮，各式各样的一个包浆皮啊，我一一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那么其实包浆皮啊，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皮壳类型啊。我们讲的点点雪花，混沌初开啊。那其实木蜡出雪花棉也比较常见啊。那我们讲的这个混沌初开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木蜡啊，它的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纯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份料子，这料子呢就是没压灯啊，整一个肉质呢是完全发黑的，并且它的一个皮壳也是微微的起包浆的一个感觉。这个小小的敲口已经能看到它肉质发黑，所以这种料子种水呢一定不差，而且手镯味多啊。这个料子肉质完全发黑，起胶起杠的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啊，并且我们压灯上去之后，我们能看到它的肉质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纯净。所以说木蜡，你看像这种种水，但凡是高一点的木蜡料子啊，就压灯整一个看上去，它的这个肉质是甜的呀，就已经甜到像一个大冰糖一样，就想吃一口那种感觉啊，但是吃不了啊，这个吃上去牙齿就废了。是吧？所以说木蜡啊，但凡是你看这个料子呢，就是它只是属于微微起包浆啊。那微微起包浆的料子，它的种水就已经能达到这种级别。那么真正的包浆皮，它能到底种水能够达到什么级别呢？大家可以看这个料子，这料子呢，它也是包浆包的更厉害了，就整一个像一个石灰状的这种白色的包浆啊，附着在这个皮壳上面啊。那么这边也是脱砂的一个表现，那这个种水呢，其实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冰，并且它的一个底色非常漂亮，它的底色是偏蓝啊，因为今天的灯光有点黄，所以说看不出来那种蓝味啊，反而是看出一点青绿色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这个料子呢，其实属于天空蓝，自然光也能看到它发蓝的一个感觉啊。其实它的这个种水啊，已经是能够达到我们讲的界面级别啊，鸽子蛋级别了啊。那但凡是打界面呢，对料子的一个种水要求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这一款，这一款呢其实也是木蜡的一个白岩沙皮，但是它皮壳也是微微起包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微微发黑，包括它这一边是吧，这一边微微发黑，这个料子真正一个赌玻璃种的料子啊，给大家看一下。来，你看发黑的这个部位啊，你看我们压灯上去，看到没有，整一个这荧光出来了，而且它肉质的一个空度我们已经看得到了。这料子基本上就是赌玻璃的一个料子，这料子价格不便宜哦，虽然小价格不便宜啊，但是木蜡料子其实一般来说啊，棉会很少，底子会很干净，所以说玻璃来说啊，它很容易能达得到。看到这走光的速度很漂亮，很纯很甜，就很舒服，这种水已经很舒服了啊。所以说你看微微起包浆的料子加上这种脱砂的一个加持啊，它的一个种水真的相当相当可以。那么再一个是吧，像这种木蜡其实初春相对来说也比较多，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料子呢不单单说是它整一个起包浆，大家可以看整一个皮壳，这包浆这个小脱砂舒服了啊，这料子是有带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粉子，肉质也是比较润比较纯，它这个雾层比较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同样的白雾层啊。那么其实木蜡的料子啊，相对来说我更愿意去切一刀而不是开窗啊。很多皮厚雾厚的木蜡料子啊，其实开窗真的是看不出什么，知道吧？那像今天呢，小智也准备了一块包浆皮的料子，这个料子咱们一会儿会直接把它切掉啊，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啊。那么面上这一边它微微有点癣，其实癣能出现在木蜡料子上面，其实它是一件好事。我们讲的啊，癣它能深色化色，也能吃色脏底，但是只要是它出现在木蜡料子上，其实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色花，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化心化底。那么这种料子呢，其实压灯啊，它的一个水种水表现啊，并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它有雾层，雾层比较厚。那咱们也废话不多说，既然说了要实战，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去把它推了，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走。这个料子呢咱们已经切出来了啊，来三二一开。这料子呢其实还是达到了咱们的一个预期啊，就是说它整体呢已经是内化了啊，只不过料子稍微有点小啊，它整体没有化得特别彻底啊。这种雾层比较厚的地方呢，我们最初压灯啊，它那个表现不会特别好，并且有雾层，那么它一定是内化了的啊。这料子呢总体来说肉质特别特别细腻，
啊，并且有春啊，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春彩了啊。那这个癣呢，它是深色化色的，你看里面这种色是吧，包括这边有色的部位啊，都是这个癣深癣化的啊。这边倒是有一条大裂啊，有一条大裂，这边是很完整的，这边是能够出牌子出挂件的啊。那么这种料子咱们入手的一个价格不高，那切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其实已经是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后续出两块牌子肯定也是，就是说亏肯定是亏不了的啊。那么其实也有很多新朋友啊，就问小志啊，小志新手应该怎么玩啊，玩什么场口啊。可能很多商家啊会给你们推荐木纳，但相对来说啊，小志是不太推荐木纳啊，还有我们的木安机啊。木安机黑石头赌性大，这个大家知道啊。那木纳场口小志为什么不那么推荐呢？首先啊，就一般啊，大家玩料子呢都是隔着互联网，是吧？你们没有亲自去体会、去感受它一块料子它的一个纱、它的一个皮壳，是吧？到底纱有多利、多紧，那个纱有多扎手，它皮壳有多包裹性有多强，整一个质感，你们是没有那种就没有亲自感受到的啊。并且新手来说啊，木纳料子不光是隔着皮壳啊，它还隔着一层雾层。那么其实对于新朋友来说啊，其实搞懂皮壳就已经很难了，还要去玩它那个雾层啊。所以说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一点难度的啊。所以说这里呢，就希望大家玩木纳场口啊，或者是其他场口也一样了啊，就说一定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商家，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去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小智经常说，是吧，玩翡翠啊，要么识人，要么识艺。那今天的实战这个分享呢，木纳场口的分享呢，咱们也就到这里。假如说点赞多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下期把这个料子给它擦了，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这料子我刚刚也说了，赌玻璃的一个小木纳料子，好吧，一个小冰料。那同样的啊，下期视频大家想看小智讲什么场口的料子，请打在评论区啊。那路过的所有翠友啊，长按点赞键，给小智一些鼓励，好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啊，拜拜。